维护骨骼健康，维生素 K 的重要性。在追求整体健康的过程中，我们经常忽视了骨骼健康的关键性。然而，骨骼健康是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，而其中一个关键元素是维生素 K。 这种维生素在芥菜中丰富存在，并且被证明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。让我们深入了解维生素 K 以及芥菜如何有助于维护骨骼健康。维生素 K 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，包括维生素 K1、叶绿素素和维生素 K2 人类肠道中产生的多种亚型。这两种维生素 K 在骨骼健康方面都扮演着关键角色。维生素 K 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调节钙的代谢，特别是在骨钙化过程中的作用。当我们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K 时，它有助于钙的吸收，并将其转移到骨骼中，从而确保骨骼保持强健。芥菜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，特别是维生素 K1。每100克升的芥菜中含有约200微克的维生素 K1， 这是我们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K 的两倍以上。因此，将芥菜纳入您的饮食中，可以有效地提高您体内维生素 K 的摄取量，从而有助于骨骼健康的维护。骨骼健康对于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至关重要。在青少年时期，良好的骨骼健康可以确保骨骼达到最大的质量和密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骨骼质量开始减少，这可能导致骨骼疾病，如骨质疏松症。骨质疏松症使骨骼变得脆弱，容易断裂，并增加了骨折的风险。因此，通过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K， 特别是从食物中获取，可以帮助预防这些骨骼问题。此外，维生素 K 还具有其他健康益处，例如帮助血液凝结，维护心血管健康，以及支持肝脏功能，这些都是我们整体健康的关键方面，使得芥菜成为一个非常有益的食物选择。总结来说，维生素 K 对于骨骼健康至关重要，它有助于钙的吸收和骨钙化，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K 可以帮助预防骨质疏松症和骨折，并确保我们的骨骼保持健康和强健。然而，我们应该谨记，芥菜只是一个健康饮食中的一部分。将古代智慧的养生之道融入到现代现实生活中，古代智者相信饮食是调整身体健康的关键，他们提倡饮食的均衡和多样性，以确保人体获得充足的营养物质。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，选择不同的食物可以平衡身体的能量，促进体内的阴阳平衡。除了饮食调养，古人通过全方位的各种方法来实现养生和提升免疫力的目标，活出健康自然美。